我想休息。没事，难得天气这么好，我想再待一会。 吃慢一点，要噎到了。嗯，巧婷下个月就过生日了。嗯，我下个月就满17了。那你有什么生日愿望？我希望你的病赶快好起来。好，老爸努力完成你这个愿望。 17岁的时候有什么生日愿望？哪有什么生日愿望？我那时候就只想要赶快高中毕业，赶快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啊？这么年轻就想结婚？可是你现在都30几年还没嫁啊。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，不是一定要结婚。我那个时候是想要赶快搬出去，因为我不想要跟我自己家人住。啊！我才不要！我要永远跟我爸在一起。哦。 你不害臊？对了，爸。嗯。我也想知道你的17岁愿望是什么哎。我的17岁愿望。嗯。你老爸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职业赛车手。我还记得我刚满18岁拿到驾照的那一天。 我就杀到北宜公路，沿路甩尾漂移到宜兰。最好是的，我才不信。哎呦，你们这个时候就有共识了。对了，爸，那我生日愿望可以再追加一个吗？什么？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学会开车，然后考上驾照，就可以跟你一样，坐上北宜公路。 你想学开车？嗯。那老爸现在就叫你开车吧。现在，在这里。这里的停车场又大，车又少，最适合练车了。好啊，耶！这样好吗？没事的，啊。目标停车场 ，Go！ 不错哦，现在已经会直线了。接着就是倒车入库，先打 R 档，然后最主要的是后照镜，还有左右两边的后照镜，确认一下，都没有人了，就可以开始倒车。推到最下面，慢慢放离合器，然后踩油门。哦、你离合器放太快了。 哎呦，很难哎！现在哪有人在开手牌车啦？开手牌车才是真的开车啊！等你学会啊，这比呼吸还要简单。好了，改天再找时间练习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哈，这么早就要回去了，至少让我欣赏一下你甩尾有多帅吧。贾天啦，不行啦！ 我现在已经收集了我爸的9种帅，还差1种就是甩尾的帅。我有9种帅。嗯，那9种帅听一看。看窗外的时候，还有把讨厌的客户赶走的时候，还有教我功课的时候骂我的时候，等我放学的时候骂追我的臭男生的时候，煮饭的时候，还有小时候背我回家的时候，还有一种就是现在。 认真专注听我讲话的时候，哦，原来你老爸在你心里这么帅。当然啦，好啦，你可不可以甩尾给我看？我想要拍成影片放在我的频道上。拜托啦，乔婷，这台车很旧了，不适合甩尾。真的很烦哎，一直念。没关系，我今天就露一手。 什么叫做职业赛车手的甩尾？让你放在影片上面。真的吗？
等一下就开始录了，加油，小心一点。好，你们推一点。把车弄坏了，快来！哦，让开！